早安，因为要出门在外一整天，所以一大早就穿着这样的派对裙子。还有两周要去香港了，挺不舍得的，毕竟这也是我第二个家，另外一个是上海。和两个好朋友约在这个小众面包房咖啡馆，他们和我同居了一年，聊了好久停不下来，真的超开心。没吃饱又叫了墨西哥快餐，陪朋友去买面试需要用的正装。现在其实实体店不怎么好逛，还是某宝箱。我也需要买一件培训要用的西装外套，结果看中了一件针织外套。新加坡还是有很多创意小众的店的。另外两个朋友正好在附近，超甜的一对情侣。我和另外一个朋友都处于异地恋阶段，所以突然很想我们的另一半。去见其他朋友啊。几乎回到疫情前的那般热闹。我的这几位好姐妹分别来自韩国、意大利和土耳其。一起去吃中东美食。超爱鹰嘴豆泥，这个还撒了石榴。